赶紧打发他走。哎，高总，什么指示啊？哎，王秘书你好，没打扰你吧？啊，你说，你说。我想找一下赵市长。我前段时间啊，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，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，还想请教一下领导。高总啊，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，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，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。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。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，还亲力亲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？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，你多给年轻点机会，对不对？你没事出去散散心，带家人出去走走，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好不好？行，哎，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，然后咱们有空再聊。